们走。秋月白，赵坦坦。坦坦。坦坦，我们走。崔兄，你有意见？我有意见。崔晨，怎么还有一张啊？这怎么搞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有三角恋的女生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退钱，退钱，退钱！大家稍安勿躁，姻缘鼎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我琼花门一定将此事彻查清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在，把接触过姻缘鼎的弟子聚集起来，我要逐一排查。是。这郑源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三位可以到求签处求签，再去找陆一解签，他会告诉你们你们真正的命定之人。坦坦，我们找陆一解签去。花粉后劲真大。啊，这边请。他们两个中间一定有我的命定情侣，阿秋，不行不行，难道是师兄？姻缘鼎是琼花门的至宝，鼎中同时出现三个名牌，太蹊跷了，肯定有人做了手脚。莫言这小子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好我在解签者提前做了准备。师兄，不可能吧？我觉得吧。这个姻缘鼎算得不太准，都算出了三个人，要不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来都来了，算一算当乐子吧。秋兄很期待啊。你不期待吗？什么？姻缘鼎中出现了三个名牌？原因还在排查中。如果不能给参会者一个满意的解释，这件事将会使我们琼花门在修真界的信誉大打折扣。曼倩明白。曼倩，你一向做事谨慎，为什么这次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？曼倩一定将此事圆满解决。我先去大殿安抚这些参会者，你想办法解决此事。